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俞伯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张磊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各位请看。我们两个人从相识到相恋十多年的时间了，现在却一直不停地争吵。我觉得两个人真的没有必要这么争吵，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吵架。现在我觉得太累了，我想让他跟着我的节奏，照顾家庭，照顾孩子。我其实觉得两个人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去谈，我觉得他的生气都是自找的。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段先生，31岁，来自天津，司机；女嘉宾张女士，31岁，来自天津，医务工作者。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多久了？6年。几月几号？11月18号。对吗？嗯。有娃吗？有。娃多大？3岁半。男娃女娃？男娃。你喜欢不？喜欢啊。陪着玩不？也玩。为什么现在要问一些基本信息？就是很多夫妻结婚没几年就把自己的日子都忘了。他的陪伴，他是陪娃的时候玩手机、我感觉根本就不是高质量的。今天是妻子来要吐吐槽，对吧？ 对。希望丈夫能改掉身上的一些你认为不好的毛病，对吧？对。我们从哪开始吐起呢？孩子。好，孩子吧，他平时陪伴的也少，工作也忙、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一天了，陪孩子、就是他可能看着孩子在旁边，但是他在玩手机，要不就是把电视打开让孩子看电视。那我需要你的陪伴干什么呢？那你说我在陪孩子时看电视玩手机，一般你陪的时候不也是一样吗？我该去照顾孩子，我还教他学习呢，我也陪他玩啊。你是爸爸，你得称职啊。我还不称职吗？不，哪点不称职？你能告告我吗？他不好好疼孩子，带孩子玩那些危险的，把孩子过头举高，然后就摔孩子。这个、先说一下，我儿子比较胆小，我喜欢就是在他骑我脖子上啊，或者是带他翻跟头啊，或者做一些就是、我感觉过于危险的动作不要做。什么的，是误过伤，的确误过伤。误伤过，孩子不就更胆小了吗？那不很少去误伤吗？那你的胆不得练吗？我感觉这是错误的，你这些都属于危险动作，我接受不了，我肯定会跟他闹，因为这个我们俩就大吵。那你可以，他认为他有理，我认为我有理。安全的保护他吗？一味的就是去呵护着他，保护着他，不让他练那个胆。可是你这些危险动作不应该做的举止，你不应该出现的。那现在你儿子连出去都不敢做，他拒群吗？也不合群。他感觉他那种教育方式就好。我觉得你应该锻炼他，让他融入这个集体，是不是？跟这外面玩也好，还是咱出去淘气堡也好，我儿子连旋转木马都不敢做。他那意思，孩子胆小，我就可以把他那个扛高，可以把他往床上摔，可以那些危险的动作去做。那你说要是伤着了呢？什么是危险动作？危险动作就是扛在头翻跟头，就是给他举完之后翻一下，翻过来。从我肩上给他翻下来。对。我感觉很过了，不危险吧？而且他的力度很大，可是孩子这么点小，3岁半了是吧？3岁半了，不小了哈。我觉得可以玩一玩，我觉得应该锻炼一下。行，应该锻炼一下。反正这个基本上人家还是在带孩子的，只是带孩子同时下没有高等质量，不是，只是你认为质量不高，孩子早你洗是吧？现在3岁了嘛，一般都是我来去陪伴他洗漱什么的。除非我要不挺好的呀，这爹挺好的，没毛病啊，也不靠谱。行。反正我们先听吧，这是对儿子是吧？投诉完了没有？还有就是玩心特别重，他玩也忽略家庭，我感觉挺不对的。什么意思？假如说啊，游戏，他手机里只要有游戏就得充过钱，然后空余的时间喜欢玩那些那个棋牌的一些东西，我感觉那个东西不太好。我有必要去解释一下，这个棋牌类也好，还是这个篮球、台球类，我的喜好啊，这东西应该是一种应酬来说，我去。玩牌也好，都是跟着我的这工作圈，对吧？在一块打牌。我的意思是你把这些娱乐，你投入到家庭里行吗？他光说我苛刻，但是我感觉他真的不成熟，他跟不上我的脚步。我想我做的事儿，他肯定不行。不，我就问一下，你所谓他爱玩是爱玩到什么程度？是天天不回家呀，还是每天几点？不是不回家，就是空余的时间。假如说歇班了吧，歇班了，他拿出来这个时间，他去玩一天。我就感觉少点陪伴。我是干工程类的，不是属于
就是固定职业，像他这种是就上早八晚五或早九晚五，我这是没有时间休息那种，我有时间去陪客户去应酬，他就去反对我，包括出去就是一块吃饭也好，是喝酒也好，他就认为这是一个狐朋狗友。我具体问问吧，因为这个时间标准不一样嘛。送娃吗？娃我不送。娃不送啊，就是每天大概基本都在家里吃晚饭吗？在。我接娃，接完了回家吃晚饭，但送我肯定送。哦，就是接娃，对，回家吃晚饭。对。吃完晚饭晚上陪娃和洗澡，这是你的活。这个洗澡不去工地的话，我就会在家陪娃洗澡。所以问嘛，一周去几回工地嘛？这个今年活不怎么地，几乎都在家，但是。忙起来就不在家啊！忙起来大概是个什么状态啊？忙起来，反正我们这干工程那方面，一般忙的话都应该在10个月左右吧，一年在10个月左右。不是，就忙起来是什么状态？就不回家了是吗？家回，空余时间玩。这个就是白天在家，但是白天一般就是在家睡觉了。那家里这些活都谁在干啊？活我这个家庭怎么运转的嘛？啊，活一般都是我来去打扫。他也不主动。卫生一般都是我。不是你不能不客观啊。但是他不主动干。谁干？他干都是我干。打我们认识到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吧，几乎我不会让他碰水。他那意思，那个女人的手是第二张脸，不沾阳春水。行，对。但是没啥问题啊。但是就是我看到的东西，假如说这个东西你该扔了。必须我得提醒他，我感觉特别被动，你干个活必须我说他不主动。这是吐槽的第二点，嗯，就是干活不主动。对，还有第三点吗？还有就是跟我矫情，就是我说一句十句等着我，他永远是对的，他不谦让我，而且我感觉他变了，就是结完婚之后和有娃都变了，跟结婚前不一样了。你能举个例子吗？举个例子，就是以前24小时就那个手机不停着，基本上光是短信呢、微信呢、电话，就随时随地的就跟我联系。现在不了，很少。那你得听我说。对我关心也少了。我们结婚前属于是我们从初中就认识，等到大学的时候我们才正式的公布这个恋情。后来谈了几年就结的婚，但是在大学的时候我时间非常充裕，我可以无时无刻的去嘘寒问暖。可是现在我有工作，我也30了嘛，而立之年，我也在想事业往上走一步，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没事跟你嘘寒问暖，不是不见面，天天都在见面。但是所有的节假日，包括我们俩的节，什么2月14情人节、5月3号相识节，什么七夕节，什么他的生日，我丈母娘的生日，我小姨的生日，我都会请假，我都会安排妥妥的来去陪他们，是吗？所有的事情我都觉得已经做得太不是太可以了，那你还有啥可吐槽的呢？他脾气大呀，他有时脾气一大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然后我就感觉我接受不了，而且他太矫情了。就是我说完话之后每次都驳我，他不听我的，就是我想让他听我的他不听。听明白了，您这矫情的标准啊是听不听我的话，您对儿子的陪伴高不高效啊标准是我认为高效就是高效，我认为你就得按我的对做。因为我认为你说的太对了，我说的也没毛病啊，我说的也都是正确的呀。你们俩自己单过还是跟父母在一起？单过啊、嗯、你们俩这个暴脾气争论起来的时候特别凶，所以说我们俩脾气也都急。但是一般承认错误都是我。双方家长知道你们这种状态吗？知道，也知道，也知道。家长是怎么评判的呀？不掺和。谁说不掺和？不掺和。那个我婆婆反正也向着儿子吧，因为我们现在晚上吃饭啊，一般因为孩子嘛也小，因为我们俩都有工作啊，孩子就跟着我妈或者跟姥姥待，我们就是蹭饭，因为我不会做饭啊，他也不会做饭。现在不就是在奶奶家里吃饭，嗯，有时候我们俩就是拌嘴嘛，他呢就是逮理不饶人，我就脾气也大，这就一拍桌子嘛，这那我就感觉他不应该跟我争吵，因为男人嘛胸口你宽广一点。那我母亲也没有在向着我呀，你咱俩闹的时候你咔我一放大话了，我们你们走吧回去吧，别在这吃了。但是我婆婆也说哪有向着我，别吵了，就说我也是。我想问一句啊，您提过离婚是吗？对呀、啊、因为我受不了他脾气呀、啊、你提过几回啊？常提。你们俩为什么事儿打过离婚？就是这些家庭琐事儿、小事儿，就刚才说这些破事儿，就要打离婚是吗？对啊，我觉得没有发生任何大事、啊。不是你们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个女的？啊、我感觉挺多的，挺过的，理解不了。啊、像她这种发脾气、摔东西，正常吗？
不是，那我也不是经常摔啊。那你这些举动就不正常吧？冲着我。不是我，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吧，就是你打架，你这样式的暴力了，有点不太好。我们如果说情绪控制的话，当然摔东西是情绪控制失控是有问题的。嗯。但是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女性的表达是胜于男性的，尤其是在争吵的时候，带情绪的时候，男性没有办法回嘴，没有出气筒的时候。他可能会去摔东西，所以我们会观察呀，观察他一次两次，他不是这样。我们要观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现象，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不良的互动关系啊？我们在观察这个呀，不是我们不体谅女性，而不体谅男性啊，我们是在观察，我们是在听啊。像刚才你们讲的所有这些东西，我会发现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吗？你们俩没有一件事情是完整描述的，你们俩一直是在争执。就是争吵，平时也是因为一点小事儿总矫情。对啊，你得态度端正了来跟我解决事儿。不是你是谁？为什么我要跟你态度端正？我是他老婆呀，为什么不能跟我心平气和的说呢？那他是谁？他是我老公。那你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的跟你老公说？我其实好，所以我们观察的就是这些东西。但烙饼怕翻个个，那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嘛？可是我没跟你急，你就可是我你就说话声音比我大，眼睁我就不会擅我不擅长这语言表达呀。可是他一说话就火一上来，所以接下来就提一个要求嘛。我在提问的时候，我们单独回答好不好？我们不做质证和辩驳嘛。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非常简单，女生对丈夫最不满意的是什么？脾气大。他通常在什么时候会发脾气？我俩吵架的时候，争吵。你俩为什么吵架？家庭琐事。最大的家庭琐事是什么？就是玩儿，然后花钱。跟谁玩？跟朋友，他那些朋友。为什么我还生气呢？他十次九次他花钱，我感觉在一个家庭来讲，他出去花的每笔钱应该告诉我，他不说，我感觉对他来讲都没有信任感了。他说是善意的谎言，不敢告诉我。好，接下来问事实部分。嗯，你们家谁管钱？我管钱。你管钱，他从哪儿偷花钱呢？不是，他有一部分那个工程款，我不是说全管着，我也没有这么苛刻。他花自己的零花钱不可以是吧？不是不可以，但是他得告诉我。为什么告诉你呢？他跟朋友吃饭了，十次九次都他花钱，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尊重吧，我感觉是尊重的问题。所以你尊重他吗？我怎么不尊重他了呢？就很简单嘛，这我们常问的嘛。家里面的钱女生全管了嘛，然后给男性了一部分自由嘛，这叫自由吧？是啊。我是要一个人际交往，我不希望你这样似的任意的。我几乎就是没有自由，好吧？现在我牌不打了，对不对？但是你为什么要骗人呢？我感觉吃个饭要干嘛呢？你可以告诉我，我不生气。我来回答你啊，我不帮任何人啊。我告诉你，男性的心理为什么会骗人？特别特别的简单，我们通常会在节目现场听到一句话：你为什么骗他？我在乎他。我不能跟他说呀，我跟他说他肯定不让我去，对不对？对呀、啊，但我所以我又得去，我又不想跟他吵架，那我就只能骗他。当然我们有另外一个家庭逻辑，我们的逻辑是说，那你明明知道他不喜欢你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你还非要做这件事情，对吧？嗯，这是一个女。
子觉得在你们俩的这个争讨当中谁占理？我感觉我占理。我也感觉我占理。所以这就打的根源嘛。其实就是听你们俩说真的挺累的，就是我赵川老师说你脸上写着焦虑，那是客气的。在我眼里，你就是祥林嫂的妹妹。都希望我们给他们评个理儿。对，可是呢，我倒想说啊，家其实啊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讲爱的地方。日子过成了辩论赛了，怎么能不累呢？刚才你一直在指责你的先生脾气不好，可是你自己也说，你想让他怎么做，他就得怎么做。那您的脾气好吗？婚姻不是谁要管着谁，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相互的尊重也是彼此相互的。管出来的男人最多就是嘴服，疼出来的男人才会心服啊。真正聪明的女人多用心少用嘴。谢谢。我这两年在研究原生家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孩子，这些孩子有时候还会在父母的陪伴下给我打电话，就是没有自信，人际。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I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Okay, okay,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它变成协调，找到自己协调的位置吧。真的，如果真的有一天你们要离婚的话，我觉得是为了孩子。就这样。就其实你除了他，谁都不敢娶你，你跟谁都不会幸福。你离开他将会使你的人生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之前计较的所有小事都不值一提。为什么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就不说你会损失什么，你的孩子会损失一个好好陪他的父亲和回到家能够三口一起坐下来吃饭的环境。这就是你努力往前推离婚之后你将会面临的。你还会面临要么孩子归他，要么孩子归你，而你再找任何一个男人都不可能像他一样对待你的孩子，只会更糟。所以你再往前推进，把你们的婚姻推向边缘，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从你的孩子的角度上来看是毁灭，从你自己的角度上来看是灾难。就像我刚刚说的，不会有任何男人想娶你敢娶你，这个性格太可怕了。就是人家做了还不行，还得做够100分，人家做够100分还不行，还得主动做，要是被逼着做的100分那也不行，太可怕了。你将来对孩子就像陆琪老师所讲的一样，我刚刚我也是在想这个事儿。他将来要管孩子写作业的话，他一定会要疯的，就是孩子作业写了他也会气，因为这是妈妈逼着你写的。然后孩子作业不写他会气疯，因为你连作业都不写。然后作业在妈妈逼迫下写了没有拿到满分，或者是有了错误，回家又该骂他，因为让你盯着孩子写作业，对你都没有检查出错误来，就你对生活永远在找茬，你就是在玩那一个就是我们一起来找茬游戏里头的那样的一个人，就不停地在找茬。你要是想抱怨生活，万事都能抱怨。刚刚所有的男人们说他其实做父亲已经做的已经有70%了，我作为俩孩他妈，我很认真地跟你说可以了。你知道我老公带娃，他问我我要带到什么标准呢？当我出差的时候我要交给他，我说活着我管你们玩泥巴，我管你们吃什么。就像刚刚我老公给我发消息说你女儿啥都不吃怎么办，我说随他，你开心就好。我女儿现在小的才2岁多，比你们家那个还小，她不吃就不吃啊。但是万一她爸爸就是自己搞火了，爸爸也气，女儿也气，爸爸一发脾气女儿们更崩溃，对吧？那不就随她吗？你也是医护人员，你其实知道的，孩子一顿不吃会死吗？孩子一顿不吃会营养缺失吗？
而且孩子那一顿他没吃，他过会儿他自己不去找小饼干，晚上他不要去喝牛奶啊，叫什么劲吗？我感觉他吃的东西是零食还是得正饭，那都是还是还是得纠正一下的。所以这就是您做人不够松弛。对，当您做人不松弛的时候，我感觉我挺严谨的，不能松弛。为什么要松弛呢？所以我说你一脸焦虑嘛。对，这个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我说的没人敢再娶你，因为太紧绷。这个紧绷会让所有靠近你的人都会觉得有压力，你的孩子也会有压力。你是这一个家里头的罪魁祸首，你真的是意识不到。而你再接下去的以后，可能真的会因为你自个儿的这个性格啊或者偏执，导致你的孩子失去双亲在一起。你的丈夫离开你，真的还能找到不错的媳妇儿，只要他保持现在这个样子，他没大毛病。一个男人说，我让我老婆手不要沾水，我回到家我愿意去洗碗，我做这一些，你老觉得他做得不够，他要做怎样才算够？你的那个指标会累死人的。你之所以这么紧，还因为这是生头胎，多半都是大的宝，你真的是科学喂养，二宝真的当猪养。但是我发现了，老大科学喂养也没咋地，而老二我当猪养的，长得白白胖胖的也没见咋地。你的人生不够松弛，来自于你对未来太恐慌，你担心我一旦松了，我可能就害了孩子，我一旦松了就把我眼前的好日子搞没了，我必须得提着这个心，我可能才能过上我理想中的生活。但姑娘，你会搞砸，不信你回家做一个试验，手里头端满满的一碗水，紧绷着走路，告诉自己，我这碗水一滴都不能撒，我要盯着它。你一定会撒。当你太过于紧绷，太过于专注于眼前的东西的时候，你连那一碗水都端不牢。但是假如你是放松的，从这屋荡到那屋，一滴都没撒，学会松弛下来。这一个紧绷来自于做新手妈妈的焦虑，也来自于自己可能刚刚进入30岁对于未来的一个焦虑，各方面的焦虑您都有。但如果您不让自己的焦虑减轻，你会把这个家炸得荡然无存。如果人都不能够偶尔放松的话，活着真的太累了。想想吧，就你现在所有的焦虑，对老公是没有自信的焦虑，对孩子是手足无措的焦虑，但是你没有努力去找解决的钥匙，你把所有的焦虑全部堆在了最亲的人的身上，太挑剔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和他的感受，这是今天在场所有人的感受。为什么一个3岁的男孩那么缺失安全感？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只想告诉你说，现在你过于焦虑了。他有没有错？他一定是有错的。但是你们家现在要更多的求变的人是你，不是他。生活可以放松下来过，不要那么紧张。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还是希望你能跟着我的节奏来维持这个家庭吧。嗯，也不希望你以后骗我了，善意的谎言我接受不了。我也不想就这么就分了，是吧？但是的确，
来吧，我们来做一个预测吧。这个丈夫刚才我给他打了75分，此刻我再给他加3分，78分，男出女不出。男的刚才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会出来。嗯。女方呢，我倒希望他别出来好了。啊。其实的，把婚姻过成这个样子，换种思路也挺好的。嗯。双出吧，男出女不出吧，因为他自己还在自个儿的那个情绪里头，他听不进去我们说的呀。来，咱们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一个是被宠坏了，还有一个就是他本身职业里面也需要有一些完美主义的一些东西，综合在一起，最后就推向了某一个结果，就上去就下不来了。所以大家看完这个之后啊，用你的眼睛，说白了是用你的心，重新发现一下你身边人的优点吧，这个很重要。当你觉得你身边人都是缺点的时候，一定是生活不幸福的。你发现了某一个优点去放大的时候，有人说那不是自己骗自己吗？骗一下自己又有什么不好？如果这个妻子学会了短时瞬间的去欺骗自己，看到家庭幸福的那一点，把他所挑的那些刺剃到一边的话，他们的日子可能过得比今天好太多。放松下来，一切会好。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无论我做什么，他总要挑我的毛病。为什么他不能多理解理解我，和我一起回老家结婚呢？现在他没有稳定的工作，对我还越来越冷漠，我根本看不到我们的未来在哪里。难道爱情的终点不应该是结婚吗？为什么我们现在就不能早点走到那一步呢？本来结婚就不是儿戏，他现在这个样子，我就更不可能和他在一起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张，24岁，来自山东，自由职业。女嘉宾小王，24岁，来自安徽，摄影师。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是不是想娶她？对，乐了哈，直接嫁了不就得了吗？为啥下不了决心？因为我觉得我和他刚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好好的，自从就是他说要带我回老家然后结婚，我就想着我在这边工作啥的也都挺稳定的，然后就要考虑考虑嘛。他现在就在我考虑这段时间，他就转变的还挺大的，哦，就和之前就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他就是在用这种方式来威胁我，好逼迫我来跟他回家。那我想知道你跟我回家有什么不好？房子和车子都准备好了。先等一下啊，问问啊。自由职业到底是个啥职业呢？自由职业就是我，他就没有固定的工作，就是干点兼职的。啥兼职？测试一下那个人工智能啥的。啥意思？我没懂。
就那个人工智能，它需要那个人脸识别，然后需要人测试这个人工智能它那个准确度。我觉得他就做这些工作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啊。不是，那说白了他就是一个出卖时间的人吧，是这意思吧？对，不需要任何技能呗。但是我觉得每个工作都有它的意义啊。这有什么意义啊？这你都学不到什么东西啊。所以你现在一个月挣的钱是够你用吗，兄弟？反正我就是一般就是挣的钱差不多就够我用吧。只够你用？对啊，反正他就这些兼职啥的，他就现拿钱现花嘛，我也没看到他给我买啥东西啊。所以那你结啥婚呢？那我这不想回家去嘛，然后回家去就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了。那你说你再说咱俩现在在这边，我觉得没必要平时都每次都给你买东西。那我也没说非得要你给我买东西，我就想着你在这边然后工作都不稳定都不好好做，那你回家我怎么敢保证你就回家就一定会好好的工作呢？就是说你想留在天津？对。他说你跟我回山东老家是吧？对对。然后他就开始怎么样？他就开始就是变化就挺大的呀、啊、比如说、比如说他之前我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收拾的他挺利索的，然后每次和我出去约会也都很干净啊、然后就每次去他家也都是家里面也都摆放整整齐齐很干净，因为我有洁癖我也和他说过。然后现在他家里面就是很乱很乱，就脏衣服啥的乱丢，然后那个泡面碗啥都堆在那边。那我泡面碗那是我今天吃的呀。那是刚吃的吗？我觉得你都好甜了都，你就是故意在做给我看的呀。你就是在故意气我吧，我就觉得很幼稚。我觉得啊，除了这个你认为是故意啊，也许他过去那干净是故意，咱也分不清楚到底哪个是故意。他还有什么变化你说来我们听。之前做家务嘛，我做饭他洗碗呀，然后正常的家务他都会做，然后现在就是不是不做，是故意做不好的那种。就以前做得好现在做不好。对，得正常人洗衣服能倒半桶洗衣液进去啊，屋里面全都是泡泡，后面还得我去擦。那我怎么做？那是偶尔的一次呀。那我倒进去之后，那你之前那谁知道它水会出来？那当时弄的那屋里也挺香的嘛，那不？那挺香的，我不得去擦吗？你为什么还不擦呀？哎，这个好奇怪啊！你是故意的吗？都不是呀。那你告诉我，你那个之前那个你是你，还是之后那个你是你？当然都是我呀，只不过，只不过是什么呢？只不过我的心情可能发生了转变。哦，心情不好所以干不好活是吧？好，行，活是不好好干，对你的态度呢？对我肯定也变化特别大，就是对我就越来越冷漠、就感觉就是他在这段感情中就越来越不在乎我了啊。就之前我们在一起他挺黏人的，然后每次啊我不找他他就会一直发短信给我呀、然后现在我给他分享一些事情他都不带理的，每天就很敷衍的回我啊，就每天就象征性的说几句早安晚安。那关键是我俩是正常情侣，我俩住的是邻居，每天都会见面的。我觉得没有必要，没必要发微信啊。正常情侣也该在微信上。哪有你俩住的是邻居？我怎么理解？他在这个门，我在这个门。对，哦，不是，那在一起以后没有冰河一处，将打一家呀。没有。然后呢？然后还有打游戏，他就平常没有什么正经工作，爱好就是打游戏。但是这段时间我就觉得他对我的感觉就是不对了嘛。然后我就想着我也下载一个游戏和他一起玩，然后找找共同话题。然后我下载完之后我让他带我玩，他也不带我玩，就嫌我菜。那你本来就是玩的菜呀，你根本就不会。但是我是因为你我就想玩了呀，我就想和你一起玩，想和你就有共同话题呀。明白了，游戏我们就说到这儿，这就相当于我不太愿意跟你玩了嘛。对，他就不想和我玩了呀。那还有什么变化呢？就是因为这个游戏他每天打通宵嘛，我们俩约会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我们就只能挪到下午和晚上，因为他上午起不来。就是那我觉得下午和晚上不也挺好的吧，那太阳都落山了，那也挺凉快的嘛，那晚上更浪漫一点呢。那也没有很浪漫呀，那你还总是放我鸽子呢。就有一次我们约好下午3点钟去逛街，我下班之后就打电话给他问他到哪了，他说他在路上，然后等了半小时打开他那个微信步数都0步，他是在路上，他在床上睡觉呢。那我关键是后来我不说了吗？另改了吗？这次我生气了他改了，他下次又不改了，然后就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循环的。那我跟你约会还得看你心情，抽奖概率一样，就没有一点意义了的感觉。还有什么变化吗？就是你说这些平常的日子里他改变这些小细节我已经就是够伤心了，就感觉他变化挺大的了。就是他节假日啊纪念日啥的变得更离谱，就之前这520的时候，然后我的生日啥他都会记得很清楚的，给我买鲜花啊，天天给我准备礼物啊，我下班之后带我去逛街呀、什么看电影啥的。我就有一次情人节，然后我就提前订好了电影票还有餐厅，就准备和他一起过个情人节嘛，也是第一次。然后他那天都找不到人。那天你是上班对吧？然后正好我那朋友叫我去玩一下，
然后我就去玩了。我想着肯定来得及，等你下班，我自己去接你就可以了。那你最后你来得及，最后你人都没有了，那我那一天我都没见到你。那我最后我那不忘了时间了吗？你这是忘了时间的问题吗？你就是态度的问题，就没有把我放在心里啊。就之前纪念日你为什么能把我放在心里，现在为什么就放在那我后来不是送你礼物了吗？你提那礼物，他送我什么礼物？他送我一堆那种小样化妆品。那我不想是准备一些那些小样，先让你试一下，然后再给你买正装的吗？那你最后你也没有买正装，我也没有收到。那你那些小样放那也没用呀。我看着都堵心，我怎么用啊？哎，你们俩现在是不是经常吵架？经常吵架。吵完架以后怎么解决？他就是说他可以改啊，但是他下次又不改了。你最近吵的一大架，吵完之后怎么解决的呀？为什么而吵还记得吗？那不就上回他那啥吗？他给我介绍一个兼职，那兼职他给我说的是8个小时，我硬生生在那站了12小时。那12小时我不也站了12小时？我还陪着你，我利用休息室陪着你站12小时呢。下班之后他就不理我，然后就给我甩脸子，然后我就看着他那样挺生气的，我就回家了。我不喜欢那个工作，然后我确实你不喜欢你可以和我说呀，然后我就找我朋友去了。你也和我沟通，你都不和我沟通。现在那你之前我一生气啥你都哄我，然后当时咱俩那种心情，那怎么一块坐下来沟通？我觉得应该先静一静。我觉得吵完架之后就应该要一起沟通，他为什么就选择静一静呢？所谓的静一静是什么意思啊？就消失一个星期，就是我打电话给他他也不接，发短信也不理，就是我找不到他人。好，他也不回家。那你现在怎么想啊？反正我做了这一切，其实就想知道他为什么不跟我回家。回家干嘛？我感觉老大不小了，可以结婚。然后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准备是回家发展。回家发展啥？父母给介绍个工作嘛。啥工作？装修公司。干啥？你会？我不学那市场营销的嘛，然后可以去。好，你的专业是市场营销是吧？对。老家房子都准备好了是吧？对。车也有了是吧？对。就缺个媳妇儿是吧？对，但是这个不是家里的那个，家里的意见，是我觉得我应该回家，所以说我就希望他也能跟我回家。回家干嘛？就回家早点结婚嘛。您什么想法呀，姑娘？就我就是觉得他很幼稚呀，他结婚他就感觉说着像很轻松一样。那我现在是见过他的父母，但是他还没见过我的父母，我就想着他跟他回家这件事也要从长计议嘛，就考虑一下。我毕竟这现在在这边工作啥的也挺稳定的，他现在又没有工作。你现在是怎么想的？你跟他的关系你现在怎么想？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他要是一直这样子的话，那我就肯定就不能跟他回家了呀。他要一直这样，那我回家之后肯定不是这个样子呀。那我是因为我现在已经这个样子，我怎么能相信你呢？我的心情发生了变化，我才会。你是不能跟他回家还是不嫁给这个人？我也没有特别肯定的说不能和他回家，我也没有说就是不嫁给他，但是就是他现在这个态度就是让我很犹豫。好，来问问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邻居。认识多久啊？认识现在2年了吧。作为男女朋友相处多久啊？1年半。这个他提出回家提出了多久啊？就半年前提的。半年前提的。对。你的职业上面介绍您是一个摄影师是吧？对。你不是这个兼职工作者是吧？对。你就是一个专职的摄影师对吧？对。那你喜欢他什么呢？就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看他啥都喜欢。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没有专业嘛对吧，到处出卖时间来换取一点生活费用的一个男人嘛，你不介意是吧？但我觉得我这不是准备回家发展。不是你回家发展啥嘛？就说我回家肯定是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且我之前也不是这样。你之前是啥样？我之前对他我也不是这样，他担心的那些问题。对啊，那就很奇怪了，为啥人家不愿意回家，就是还没做好准备要嫁给你就这样对人家呢？你是不是有点变脸太快？还是说你压根儿原本就是这么一个，你伪装不下去了？你过去那个什么勤劳啊，待人周到啊，陪他玩这些都是你的伪装呢？可能是我内心的一个驱使吧。当我就是想到要带他一块回家了之后，他一次次拒绝我之后，我这个心态发生变化的原因。所以男生说，只要你跟我回家，一切都会好的，是吧？对。女生，我哪敢跟你回家呀？对，是吧？你要不变好，我怎么可能跟你回家？ 对， 对吧？好吗？这就变成了一个是到底是先回家还是先变好的问题了啊？谁先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回老家，工作、生活、结婚，对吧？对。他的一切变化，
就是遭遇到你的强烈反对以后，对，从勤劳突然变成了懒惰，对，从整洁突然变成了杂乱，而且还变得破罐破摔，通宵的打游戏，甚至玩人间蒸发。一个人怎么可能在瞬间突变？你分析过原因吗？反正我的心中的原因就是我拒绝他之后他是变成这样。你有没有感觉他是故意的破罐破摔吗？因为刚才听你们讲述，我突然想起现在网络上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摆烂，你知道吗？对，他就是就摆烂的状态。您其实也感觉到他是故意的。嗯，似乎你们两个人给我的感受就是一种摆烂式的爱情。因为摆烂的底层逻辑就是无所谓，我突然变成对工作也无所谓，生活也无所谓，恋情也无所谓。男生，你实话实说，有没有故意装的问题？可能就是我心态驱使。什么叫心态？你故意的破罐破摔，最后迫使他就范，对吗？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破罐破摔，万一他离你而去呢？一个男人，我们面对问题，我们不但要正视，我们要有勇气去化解。摆烂摆烂，你变成真烂怎么办？摆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果不愿意和他一起回老家，给他一个死心的答复好不好？我想问问女方啊，你不跟他回山东老家真的只是因为他在摆烂吗？还有没有其他的考虑？我就怕我这个专业嘛，在他们老家然后也找不到非常好的工作，而且我现在也很稳定，就目前嘛其实也没有打算和他回老家。我觉得我们俩结婚也太早了。我从来没有见到女朋友过生日送那个化妆品小样的，爱是要拿出行动来的。你还问他为什么不跟你回家，你能给他一个家吗？你连个正经的工作都没有，整天沉迷于网络世界，他连希望都看不到，凭什么跟你回家？这真是又见钢铁直男，成天游手好闲，没有正当职业，游戏打起没完。如果再不改变这段感情，稀烂，别再空头支票，拿出行动来看。我觉得挺搞笑的，就他摆他的烂，他要消耗他的生命，他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怎么说来说去，说到最后说啊，因为你不回山东老家，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千万不要被这个逻辑给绕进去了，跟你毫无关系啊！你对他没有什么责任和义务啊！他今天就算是签了个保证书，说我因为你，我这辈子都不工作了，也跟你没关系。这段关系你走肯定是最优解。不管他的本质是摆烂的，还是他因为你而故意摆烂，这个人都不能要。你现在真正要做的是迅速割断这一段不对的关系，迅速回到你自己的生活轨道上来，不要让这种摆烂的这种病毒沾染到你的身上，因为它会把你也拖进去，你知道吗？赶紧走。至于你，24岁，你说工作无贵贱，我承认，我今天这么说你不是因为工作的贵贱，而是因为人的贵贱。人的贵贱不是因为他做什么工作有没有钱，而是一个人有没有志气。你没有志气，这就是我对你的观点。工作没有贵贱，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让这个工作有了贵贱。你说我回到家我就一定会有一个正经的稳定的工作，赵川老师明明问的是你的事业、你的目标、你的方向，可你说的是我会去找一个稳定的饭辙。24岁，我为感到难过，就这样。之所以早先的时候你觉得谈恋爱的时候最初对你挺好的，还不是因为一喊就到？为什么一喊就到？这人游手好闲，不好好工作啊。你就是相对于游戏来说一个新的游戏而已，他当然先把老游戏放到一边去，到你那儿去试一下新游戏，所以腻了以后他又回到他旧的游戏，或者是说他的又有新的游戏接着玩了嘛，这个人就没好过。为什么现在他会把所有责任推给你？因为老家确实，老家父母替他搞定了，父母告诉了他说，你成人的主要任务是结婚生孩子，
他父母都不要求他儿子能够干个什么事儿出来，把你拎回去哄他父母，给他车，给他房子，有了车有了房子，他就可以在他父母的一个照顾下接着烂，就没得救，你不用再去思考跟他还有什么之前对我好之后对我好，都没有，他对你没好过，对你的那一点热情热忱都是像玩新游戏一样试一下上个手，仅此而已，醒醒吧姑娘。我们尊重各种各样的劳动者，只要他有一颗上进的心的，这个人是没有的，为啥会爱上？好，我们假设他阳光积极的爱上了他，然后突然之间这人说嫁给我啊，不嫁给我我就烂下去了，你就真信呐？一个正常的人怎么会因为这么一件事情而有那么大的转变？他只出现在小说里，现实生活怎么可能嘛？所以您所谓的那个没有高低贵贱，您不就在这混日子吗？他在这城市是没有理想没有规划的。所以我想告诉你一个实质是什么，就是你错看了一个人，他不积极，他不上进，他对人生没有规划。我问您三个问题嘛。问题一，请问您未来要做什么？未来就想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找稳定工作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结婚成家。啊，结婚成家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结婚成家的目的就为了就过好这一生。你看，就这种男人，他谈恋爱的时候怎么会吸引女生呢？我也想不清楚啊。这不就说白了吗？我一生的目的就是娶个媳妇儿生个娃，我就圆满了，幸福了。你书白读了，小伙子。我觉得一个稳定的工作也不能说就我们什么时候反对一个人要稳定的工作了？我即使是个扫马路的，人生的意义是我要把马路扫好，我要扫成一个扫街状元，我就是在本质上发光就好了嘛。什么是幸福的家庭？我让我的孩子读书，让我的爱人幸福，我要承担责任，这好了。您干嘛？我找一稳定的工作。找一稳定的工作干嘛？结婚呢？结婚干嘛？幸福啊。你爱他什么？我要说的就这么多。如果你喜欢，这是你合适的，我真的建议你回家跟他过他所描述的那个生活。我们可不是拒绝平凡，我们拒绝的是不把生活当生活，吃父母的本儿，啃老，啃生活。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听老师说了这么多，确实我之前就确实也没有什么远大理想，也没有规划，然后就算就像老师们说的，都不是摆烂，是真烂。但是我还是，因为我现在你就说完我也不知道，我的信念还是就是然后回家发展，然后我向你保证的那些也不是骗你，那都是真实的。我绝对不会像那啥，像你所提到的那几件事那样了。我是把你带到家去，请到家去，而不是骗到家去。谢谢两位，请回。电影。